GQ 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Niki，Hello。其实我抱着一个就是很期待，然后又怕受伤害的心情，因为我很久没有拍就是比较性感的照片，我是还蛮开心，就是觉得很好玩。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套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穿牛仔外套，然后有自然光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慵懒的性感。我大概在家做了一些滚轮啊、举重啊，然后跟去上了瑜伽，跟核心瑜伽，还有 TRX， 还有节食，就是我尽量不要在晚上吃宵夜，然后只能喝水。对，因为我希望我来拍的时候可以保持很好的状态。